来，那这个顺序的话，我想可以制定一下，没有一定硬性规定，或者甚至你干脆，要不要干脆，正因为这个题目设计也不是很好，就干脆就是用天干就好了，它又有天干有地支，哦，所以干脆你把它全部改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地方12个，你就会按照顺序会比较清楚啦。那因为这个题目，设计如果你如果说不一定照顺序，你可以自己再去排列也没有关系哈。OK，那这个是由小到大排列的话是这样子，可是如果今天由大到小，就是后面排回来的话，那变成说我这个回圈刚好要颠倒。那颠倒的方式的话，就是说 for i 这个比较少见哦，我们 i 的话都是小的到大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今天刚好回圈要颠倒过来，由大的话是吧？十二对，到小，特别注意哦，后面一定要加什么呢？step 减一，这应该是负一了哈。就是说呢，它的阶层是越来越小，哦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 step 一，可是基本上正的都会省略掉，负的才会加了哈，因为负的话比较特殊。那如果你当然一样啊，step 有一啊，也有 step 什么？step 二。如果你要13524746的话，step 二，那就会13579。那如果是你这样 step 负二的话，也是这样，就是一直中间跳一个就对了，哈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多一个 step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呢？也是一样，先找到先十二对，十二的话呢，先把买序的十二最大那一个 move 哪里呢？before，好，before 这一个。那后面的值的话就是，序齿